你好，我是一地星公司的创始人。各位看到这个 logo 没有？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就是说微针贴片，它是一般贴片上找到几百根小针，可以有效的进入皮肤真皮内释放出来，产生效果。这是一个新颖的发现，大概在1998年才有第一个论文出来，我们也研究了十几年了。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，可以运用到不同领域去。我们公司建立一个是微针贴片发展平台，可以做医美、医药、医材、疫苗的发展。现在比较成熟的是医美产品，有些妇女有好比说皱纹或者黑斑的话呢，用这产品上去使用效果非常好。那我们也希望慢慢延伸到医药去，像止痛贴片或者到疫苗上去发展。这个领域大概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正在发展新的领域区，我们希望在未来两年之中拿到美国 FDA 的药证，开始让很多病人可以无痛的使用这种产品，减少很多这个打针吃药的这些苦处。我们公司是一个研发和量产并重的公司，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生产线就能做出来，所以换言之，我们的研发生产是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的进度会比别人超前。这个新产品有这个需要是研发，我们保证我们生产这个速度做出来。